开灯，那诸位放轻松，搓一搓，啊，把自己的眼睛啊热一热啊。有一个103岁的老爷爷，哎呀，他身体很健康，他每天就是这样搓搓搓，然后自己啊，因为他剃光头啊，然后就一直使他这个全身皮肤啊热。热，然后躺下来再抬右脚，抬右脚，啊，抬左腿，抬左腿。哎呀，103岁，看起来呀，蛮健康的，嗯。好，发课本，嗯，调查一下，今天晚上有洗到冷水的，请举手。有没有洗到冷水的？没有哈，按照，我们这样交代的，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只要平均。每一个那意识都用到，就不会啊变成缺少缺热水的现象啊。好，诸位请翻开呢43页，中间丙免具足信愿，就是勉励大家，如果修净土法门的人。要具足信心和愿力，说当须发决定心，你一定要发这个决定心，临终定欲往生西方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，没有任何的犹豫，没有任何的疑惑，也没有任何的商讨的余地，我就是要往生净土，要下这种决定性。且莫说碌碌庸人之身了，碌碌就是无能的样子，也就是平凡人了。姑且啊，不用说。这些每天忙忙碌碌的平凡人，这个色身啊，下辈子不想再获得，就是不愿更受。就算你下辈子啊，会得到人王或者是天王啊的色身啊，乃至于说出家为僧，下辈子再投胎出家为僧。根气很利，能够一闻千物得大种持，大种持啊，这种一切法，持一切意，有这种功夫了，也能大弘法化了，普利众生的高深深呐，这是用假设的啦，你也必须把它视之若读土。罪首啊，这个土啊，底下那个土啊，看起来像茶叶的茶，那个土就是苦的茶，叫做土。那么毒土的意思就是又毒又苦的茶是没有人要，也就是拒绝的意思。罪首，首呢，这个首就是聚集的地方，罪过聚集的地方，则决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。这句话要再贯穿一遍，你才看得懂。说我们呢，需要发决定心，临终啊，一定决定毫不犹豫，没有商榷的余地，我就是要往生西方净土。姑且不要说那个庸庸碌碌没有能力的平凡人的身啊，不愿意投胎成平凡人，就算是下辈子啊能再继续得人王天王的色身，或者是出家为僧，能够一闻千物得大种子，
能得种一切法持一切意，有这种见性的功夫，也能大弘法化，也能普利众生的高深深，也绝对把它当作是一种毒的茶叶啊，聚喝也把它当作是一种罪恶聚集的地方，决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，就是下辈子免谈了、啊。哎，说我俩没有明天，哎，不，我俩没有下辈子，嗯，要这样子跟你这个冤业、啊，哎呀，我这辈子受够了，啊！但是问题，世间人就碰到婚姻逆境或者碰到经济困难的时候，他才会想到说，哎呀，我下辈子啊真的不想再做人了、啊、很苦啊。但是问题是他没有这个因缘听到佛法，也不知道说有一条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条道路，所以他不知道啊。他知道世间很苦啊，感情很难搞定啊，啊，经济压力很大啊，一生都是病啊，啊，通通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门路，没有善知识指引，不知道有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有这样一条路。如是你这样下定决心的时候，则己之信愿行才能够感应佛，佛的誓愿呢才能够摄受你，有感就应，众生能感呢，佛菩萨就会应，那是感应道交难思议呀、啊！啊，说猛佛来接引呢、啊，直登九品莲花，永处轮回啊！九品就是上品、中品、下品呢、啊，各分上中下，上品、上中品啊，上下品如是，中品也是分上中下，下品也是分上中下。啊，永出轮回。但是这里有一个交代，如果是下品众生啊，阿弥陀佛不来接引啊，就是品位。还有一种啊更糟糕的，就是叫做边地，就是一边念佛一边怀疑，然后一边看电视啊，一边念佛一边善心，然后呢，嗯，好像有极乐世界，又好像没极乐世界，也做了一些善事，也很想啊，很想往生极乐世界，可是没信心，不晓得真的还是假的，就疑惑不定的人会投胎啊，进入边地，边地就是九品莲花的边地啊，那个叫做胎生，在经典讲的胎生，那么那个胎生。不是我们这种肉体的胎生，所以胎是不能飞行啊，在地上找的没有大神通的，要经过很长很长他才进入极乐世界，那么极乐世界的下品下生绝对胜过边地，那个边地胜过娑婆世界的三禅天。所以在座诸位啊，学佛的好处实在是好的不得了啊！我们这一辈子啊，也碰到了净土法门，如果碰到了大善之事，听听这些祖师大德，听佛的话，我们就要跟这个业障 say goodbye， 哎呀 goodbye， 对不对？再见了，要离开这个娑婆世界，哎呀，还不能是依依难舍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这个色身啊，臭秽不堪啊，臭秽不堪啊！是悉知西方极乐世界、啊，莫说凡夫不能到，就算是小圣的圣人呢、啊，就是四果阿罗汉也不能到。以比起大圣，不是一境界故。啊，为什么大圣不是一境界啊？诸位啊，你看看啊，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须菩提有没有问佛啊？对不对？金刚经就是须菩提呀、啊、问啊，佛也回答。诸位你看看那个弥陀经，什么时候让舍利佛开口啊？你有吗？这都是佛讲的啊，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连那俗骂都也要背啊，那个啊，俗骂阿弟我妈妈啊，对不对？
弥陀经安那背？弥陀经，足简单啊，你舍利弗、过舍利弗嘛是舍利弗，最后嘛是过舍利弗，那就是就是一直重复讲舍利弗啊，有没有舍利弗？有没有问？没有问，没有办法问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净土法门它才是超越一切，哎呀，那是不可思议的啊。佛的境界不是凡夫或者是释果阿罗汉的圣人能问的，没办法的。接下来是小圣回心向大就能到，所以为什么劝大家要发菩提心？为什么要向啊？那劝大家要发菩提心？凡夫如果没有深信或者是切愿来感佛，来感佛，意思就是你因为啊，我们净土法门是自力还有他力的啊，单单靠自己很难，我们要靠佛力。所以啊，凡夫如果没有深信切愿来感佛，为什么要感佛？那个佛大威的神力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你靠自己那就麻烦了。众修其一切圣行，并持名圣行，也不能往生。为什么不能往生？没有信心哦，也不深信了，有极乐世界，也不深信啊！释迦牟尼佛说的净土法门，认为那个这是骗人的啊！如果没有深信跟切愿，修一切的殊胜行，包括你念佛，可是你没有深信，也没有切愿呢，你没有动力，没有深信切愿，就是没有马达了，没有这个马达，没有这个动力了，你也不能往生。是以信愿最为要紧。欧益大师这么说，得生一佛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全由信愿之有。就是你深信释迦牟尼佛所介绍的净土法门吗？深信。你深信啊，而以后有没有切愿确实要往生净土？有啊。所以在这诸位啊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由释迦牟尼佛介绍的。释迦牟尼佛投胎转世示现成佛是在印度，可是阿弥陀佛在这个地球找不到啊，他不是世身啊，示现的像人啊，有爸爸有妈妈投胎在这个，他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阿弥陀佛，哦，你就知道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是来人间以印度示现的成佛的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介绍有一尊阿弥陀佛，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万德洪名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。欧益大师这么说，得生一佛，全由信愿之有，品位的高下，前有持名之深浅。所以在这诸位啊，今天呢、来打八关斋戒的佛山呢、决定可以往生净土。为什么呢？大家当然深信切愿呢、要不然你整天念佛干什么呢？是不是啊、我们找到一条解脱的路了，所以上半辈子再怎么苦也值得，也值得，乃是千佛出世不易之铁案啊。铁案就是不可啊，改变的定论，叫做铁案呢、换句话说，对西方净土的信心绝不动摇。能信得起，就是深信佛语，许入西方有份呢、如果你一天上哎，只有念佛阿弥陀阿弥陀，可是呢，你相信有极乐世界吗？可能是骗人的，大概没有，不可能。那佛还会讲谎话，那还得了啊？那有没有想要去？有时候觉得人生也有一点甜蜜呢。有个人写信问我说，在娑婆世界呢，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忙，像读书啊、工作啊，而且极乐世界那么清闲，那极乐世界到底要干什么呢？我说好，那我再继续打电话问一下阿弥陀佛啊，因为不知道去极乐世界干什么。去极乐世界就是到极乐世界去留学，也是一个好的环境，不
不退转，到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就啊，时时得时，时一得一，在极乐世界一动念，饮食就现前，饮食就现前啊。那么你想要衣服，一动念什么衣服啊，就现前，那就披上啊，不必跑到百货公司，也不必刷卡，还负债累累，每天呢、啊、人家追着你的卡债跑，变成卡奴。到极乐世界不会的，你要什么衣服通通有。哎，所以在娑婆世界很认真啊，哎，买衣服的人啊，想可以考虑一下，还是要到极乐世界去，到极乐世界去啊。到极乐世界去啊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走路的时候一定不会踢到任何的石头啊啊，或者是不平的路啊。到极乐世界去啊啊，今天讲的雨天曼陀罗花下来的时候，每天呢有四寸的莲花下来的时候，自动编织啊，像地毯一样啊，走过去的时候柔软无比。为什么柔软无比呢？因为心往生净土的人啊，都是大慈大悲的心，柔软心就感得柔软报。在这里一定要告诉你一个关键啊，你想要啊往生净土，你的临命终死的时候，身体不能僵硬。身体僵硬的人呢，就是平常啊刚强难化啊，记得柔软的身、柔软的心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重要的关键。今天你的柔软心、柔软身，大慈大悲，肯放下你的身段，谦卑如此的恭敬佛，也恭敬一切众生，那么这个就很重要。你有柔软心，有柔软身，放下那些不必要的个性啊，百般的计较啊，不能肯为常住努力，肯推广正法，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全身都是柔软的。在我这样子从大一啊跟人家助念到现在，绝对超过300个到500个，绝对超过。我所看到的呢，诸位，往生有种种的啊很强大的对象，我所看到的都是敬佛敬法敬僧，非常的恭敬佛法僧三宝，也用平等心恭敬每一个居士，绝对没有那种说刚愎自用啊，脾气暴躁啊，而临命中有所善终，没有。那因此呢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既然极乐世界正报依报都是大慈大悲啊的心所涌现出来的，都是柔软心、柔软腰、柔软语，我们讲话不能伤人啊，不能伤人。有人啊，大陆有一个、啊、老婆婆年岁大的来台湾来拜访师父，我说呀，哎呀，婆婆呀，你今年几岁？她说我70把了。啊，你在家做什么？她说我每天都看你的DVD。 我说你不看网络？他说我们不搞那个，我们哪懂得网络呢。哎，他也买了一些台语的，台语的。我说那你为什么买台语的呢？你那家乡在哪儿啊？他说我们是江苏啊。那你台语怎么听得懂呢？他说我不是，我觉得师父你的声音很好听，不管国语的台语的我一定要放大，我睡着，国语的我也放，台语的我听不懂。我说台语你听得懂吗？他说我听不懂，可是我是喜欢听你的声音。哎呀，这个老婆婆哈还讲得真可爱啊。他说师父啊，你的声音好听。我说哦，我想你这句啊触动我内心的深处，因为我一辈子坚守我的口业，我一辈子绝不伤人，用柔软心，用柔软语啊，到师父的旁边的我们都给他一个最大的鼓励，都给他一个最大的鼓励哦。所以生生世世我们要感得到这个音声啊，还是要讲赞叹的话，鼓励的话啊、哦。那么在座诸位啊，这只是一个果报啊，一个果报。用这个例子呢，来衬托出柔软心、柔软语对一个修行人有多么的重要，多么的重要啊。接下来
念佛之法重在信愿，信愿真切啊，是 信愿之心啊，如果很真很切，虽然还不能心中清净啊，还是可以往生。也就是说，念佛法门它全部着重在不怀疑。你相信有极乐世界吗？那绝对相信啊。要不要去呢？当然啊，发愿要去了，有这样子这股力道，那就决定往生。就信愿之心如果真切，真就不是假了。虽然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完全清净，仍然可以往生，只是品位比较低一点，比较低一点。何以故呢？以自心念佛为能感，所以故知弥陀给予能应。就像江海中的水未能了无动向啊，但是只要啊没有狂风巨浪，狂风巨浪比大烦恼啊，意思就是这个海面的稍微的微波一样，还是可以反映明月的啊。但是如果大狂风巨浪就没办法了，意思狂风巨浪就是无明太重，烦恼太重，贪嗔痴太重，那么就没办法反映啊，照应这个这个明月。所以啊，如江河中的水还没有达到不动之相，只要不是狂风大浪一样，在天上的明月一样看得很清楚，记得寥寥影现矣。意思就是还没有断见思惑的凡夫，虽然有一些烦恼，可是这些烦恼是轻微的，轻微的能俘获，还没有证得断啊见思惑的这个证阿罗汉果，四果阿罗汉，但是烦恼已经少了很多了，把百般也不计较啊，心里啊渐渐能够啊活得很自主，不随境界而转，也不贪婪世间任何的假象，哎，烦恼少了，虽然没有断惑正果，一样可以看到中天的明月，即得寥寥影现。感应还是能道交，假设感应道交，如母子相依，就像母子相依，彼专重自利，不仗佛力，由于不知此意故，也不知道说佛力有大威德。乘我们为什么说哎呀，念佛的人如同乘大法船啊，乘这个船啊，再重的石头都可以载运过去啊。我们今天好好的念佛，那保证没有问题。接下来说念佛人但能真切念佛啊，重点在真切啊，不是应付一下，哎，不是应付一下，这每天呢一定要有固定的一个功课啊，真切的在念佛，自可仰仗佛的慈悲力啊，免比刀兵水火。也就是就算你是树叶所牵，以及能转啊地狱的重报变作啊现身的轻报。所以在这诸位，如果你看到某一些人有果报啊，有果报，那么你不要去轻视他，或者是啊毁谤他啊，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果报都不一样。那么接下来，如果一个修行人真正的进入修行的状态，受到一些苦，他不会牢骚，也不会抱怨，他会往他身上好的一个角度，哎呀，比如说我身上啊，哎呀，没有什么特殊的优点，但是他就会回光返照，就是说我呀能够五官身体还有个健康，还有一个啊稳定的工作，三餐还没有后顾之忧，哎，可以让我信佛拜佛，我很知足了。所以这个观知足啊，对一个学佛弟子来讲是很重要，特别的重要。因为你知足，你就不会有太多的妄想，你就会把心呢放在这个念佛啊，那么你的往生极乐世界，那么是十拿九稳。
那如果妄想太多的话，那么会牵制着我们的业力往六道轮回去。假设说偶离此殃，就算你遭遇到这个灾祸灾难，但以平日有真切信愿，也决定此时孟佛接引，在这里就变成一个严肃的课题了。接下来讲的就非常非常重要了。有一个人问师父，请问师父，一个人一辈子精进用功念佛，如果走在大马路上，很不幸突然被车子撞死，敢问师父这个人能不能往生？我就因为我看过印光大师这个，我就跟他保证决定往生，毫无疑问。那为什么呢？啊，他说临命中是不是要助念呢？临命中是要啊，一定要怎么样安详吗？哦，现在就要论断因果了。那如果说车祸意外的人不能往生，诸位，他这一辈子所修行的因，这一辈子所修行的因，那去哪里呢？他这一辈子对佛这么有信心啊，也许我把它看作临命中因为车祸意外，这是他的定业。可是他上这一辈子全部信愿行都具足，那当然这是转化的工程工程嘛。那么这个色身当然要抛舍，他只是用这个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，知道吗？用车祸这个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，还是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。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有一段记载，可以提供你参考，但是不要向他学习，不要向他学习，他仍然往生极乐世界。有一个母亲呢，这个师父以前讲过了，有一个母亲呢，她有唯一的独子，只有一个儿子，她对这个儿子呢非常的期盼啊。后来这个儿子呢意外死亡，他因为年岁也有一点年岁，他完全没有办法啊，这个依靠，没有任何的依靠，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实，他内心呢伤痛不已，很难过，因为唯一的儿子啊，那么意外死掉了。那他只有一个老人家孤苦无依啊，那可是他对佛又非常的坚定，他认为他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后来就跳到水中淹死了。啊，因为实在无法承受这个儿子的死亡，他就跳到水中自己淹死。啊，他淹死的时候，旁边在岸边的人看到他竟然在水中是合掌的，是面向西方极乐世界的，是面向西方的合掌的，而且那个往生啊，如果被水啊，哎，淹死的人那个脸是发黑的，可是他的脸是完全是红润的，跟在世没有什么两样，就像在水中一样安详。啊，因为对佛菩萨有无比坚定的信心，但是那他啊，因为失去这个儿子太过伤痛，后来想到后半辈子没有任何的依靠，以此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啊，很多人看到也觉得不可思议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往生的因缘呢，被记录跟记载下来。我看到这一段，我认为啊，这个不值得大家这样效法学习啊。说往生极乐世界有如此这样殊胜，如此的不可思议。那只要你深信切愿，没有一个不蒙佛接引。表示净土法门的容易修行啊，同时也容易成就。若夫现证三昧呢，如果你有能力啊证得这个三昧呢，故宜入于圣流，就你进入了圣人之流，自身就像影子，刀兵水火皆不相爱，因为证得了世事无碍啊，大小无碍，世事无碍，所以这个色身呢，就像影子、刀兵、水火都不相爱。
啊，如果你见识惑连见识惑都没断，身见都没断，那没办法。纵然现在啊遇到灾难啊，其实啊内心解脱实无所苦，但是啊而茫茫世界啊曾有几人哉？到现在我出家这么久还没看过，哎，还没看过啊。这个事实呢，碰到刀兵水火怎么样都没有挂碍。哎呦，那目前还没有看过，是不是啊？扎一个针啊就呱呱叫了，哎，要打一个针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尤其碰到那个姓蒲的护士啊，对不对啊？那找血管哈、啊，就像在挖地洞一样的啊。台湾的这个护士还好的哈，你要到国外去哦，就会很麻烦。哎，他针先插下去，然后再开始用找的，来找的啊。那么我们呢？在台湾呢、啊，护士还比较厉害，比较厉害啊。那么我们呢，是不是扎针能够如如不动？只是一个小针而已哦，只是一个小针而已哦。那表示说你的身见啊没有断，那后面的边见、戒气见、见见邪见，那就更不用讲了，身见都没破，所以啊，不必讲大话。还是谦卑一点啊、哦！我们是平凡人，是凡夫，而且好好的用功啊，好好的念佛。底下这一段呢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凡是诵经、持咒的、礼拜、忏悔的，或者是你拿钱出来救灾啊、济贫，种种的慈善功德，都必须要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千万呢、啊，不要求说我的下一辈子啊，哎，来生呢、啊、有人天呢、啊、大福报，给我财产呢、啊、几百亿啊，或者人呢、啊、长得更漂亮一点啊，希望我的皮肤更白一点，或者是我人呢、啊、长得更高一点啊，希望投胎在帝王之家啊，你只要一有此心，便没有往生之分。所以往生就是绝对不跟娑婆世界下辈子妥协。怎么样能够往生呢？就不跟，绝对不跟下辈子啊轮回妥协，也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。而生死未了的福越大，则业就越大。而是中国人啊说四大业就大，是属业属业，也有事就有业。那心中没有挂碍就没事，没事就没业啊，业由心生嘛。下辈子再一来生，就难免堕入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之三恶道当中。如果想要再得到人生，又再有因缘碰到净土的了啊，当生、即生、当生的了脱的法门，就难如登天仪。意思就是这种激励得人生，又碰到净土法门，这种激励就等于中大乐透一样的难。哎，我们去外面被雷打到的机会还很大，哎，被雷劈到的机会比较大。哎呀，但是要那个中那个大乐透啊，那个很难的，只有一个嘛，第一特奖嘛，只是。佛教老人呢、啊，念佛求生西方，是为人现生了生死的啊，意思就是即这一辈子要了生死的。如果你搞错了方向，求的来生呢、啊，啊，要啊念念佛呀，吃吃咒呀，拜佛礼忏呢、啊，是为了下一辈子再继续啊啊升人天。啊，或者得到一些福报，那么就是个这个就是违背佛教了。就像一颗举世无价的宝珠，换取一根呢、啊、棒棒糖，啊，那个糖来吃一样的，岂不可惜啊？除非你个小小 baby 啊，我告诉你啊，那小 baby 哈、哦，你右手啊，你右手给他握一颗钻戒，
啊，一个钻戒，听说那个英国女王啊，什么一个钻戒啊，皇冠的钻戒，一个多少钱？然后左边呢，握着一颗棒棒糖，哎，棒棒糖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小 baby 啊，他会把那颗钻石丢掉的，丢掉的。为什么？那颗钻石不能吃啊，那小 baby 一定会拿那个糖啊，对不对啊？来吃的，小 baby。也就是没有能力来分辨，哎呀，无价之宝的钻石啊！所以我们呢，有智慧的人绝不做这种愚痴的事情。下辈子啊，你再来投胎，对不对啊？就算皇上就好了。你看那个皇上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干的，是不是啊？每天早上啊，皇上万福金安。啊，早上蒙来蒙去啊，大家都要向下跪啊。现在呢，而今安在哉？啊，穿着龙袍，哎，其实那一件也不好穿了、啊，那么重，为什么干嘛那么热？以前清朝也没冷气呀、啊，可是因为他人家是皇帝呀、啊，啊那个后宫哇，如果说那个戏剧是真的，那就斗争的很厉害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斗争那个斗争，这个斗争那个，那个日子也不好过啊，不好过啊，所以啊，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在娑婆世界也没有哪一个人啊说过得最快乐的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就是很辛苦啊，自己不知道。昔之真人念佛呀，不求世间的福报，而自自然然就得到世间的福报。啊，得到什么福报呢？念佛的人也能得长寿啊，无病，除非是定业难改啦。有时候啊，家门清泰啊，这个泰就是啊平安的意思啦。子孙也很发达，诸缘也很如意。由于啊一心行善，一心念佛，就会万事吉祥。如果求世间的福报，却不肯回向往生极乐世界，那么他所得的世间福报反为下劣，而心不专一，往生便难决定矣。所以在这里特别一定要交代，你在家也因为今天居士多，在家记得无论你持咒念佛，早上你一定要记得、哦、这后面印光大师有讲，早上你不管你念多少佛，吃多少咒，在吃午餐以前，你一定要，不管你在哪一个方向，一定要合掌，有没有面对佛都没关系，乃至你在山区你要这样念，愿我今天所持咒念佛的功德回向啊极乐世界啊，就是这样念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则悉发菩提心啊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不管你在哪里，都一定要回向。这护命印光大师啊，特别的交代说，念佛念咒的人不懂得回向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太可惜了。也是啊，回到家的时候，爸爸年岁大了，然后、啊、他一边看电视，念、往生咒，恰恰。哎，他以前拿那个其实悄悄，我说爸爸，你有回向吗？啊，你回向回向，往生咒，这样不行，往生咒可以，但是你要回向。哎，他忘记了，我、哦、后来就听师父的话，哎呀，早上晚一定要回向，晚上做完功课，无论几点，八点九点一定要合掌。还有一种情形说，如果以前呢、啊，你念了这个十万八千遍的大悲咒啊啊，大悲咒，我们是大悲咒，大悲咒啊！哎，你忘了回向，现在还来得及，可以弥补的。只要你还没往生前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吃大悲咒也一样啊。我以前呢 吃的百万的大悲咒啊，回向极乐世界，一样可以补的。所以啊，一般人呐、啊、不知道这个道理。就是知道要念佛，弥陀阿弥陀啊，我心就是要去极乐世界，可是缺少回向。我、哦、那个不行，一定要懂得这个回向，这是很重要的，非常重要的啊。接下来说，你要晓得
来生做人啊，比临终啊往生啊净土还难。说为什么呢？人的一生当中所造的罪业不知多少，别的罪有姑且不论，从小吃肉杀生之罪实在多得了不得，要发大慈悲心求生西方，待见佛得道以后度脱此等众生，则仗佛慈力即可补偿此债。如果求来生，则无大道心，众修行的功夫再好，其功德有限，以系凡夫人我心做出来啊，故莫有大功德。所以没有什么大功德，意思就是啊，凡夫的心啊，找我相人相啊，这个心，所以没有什么大功德。再说你从无量劫来，不知造了多少罪业，树叶如果显现三途恶道，一定啊，这定归难逃，就是你逃不掉，这想再做人呢、啊，就千难万难。是故说求生西方比求来生做人呢、啊，啊，善容易，以仰仗佛力加倍故，宿世恶业容易消，纵未能消尽呢，以佛力故，不至常报。那么因此呢，啊，我们呢上半辈子啊，要是有造了种种的恶业，我们呢下半辈子啊要好好的用功啊，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，让我们的临命中呢也没有任何的障碍。接下来，悉知佛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自信功德力不可思议。这三种不可思议，如果没有信、愿、念佛的自诚心，那么则由无有发现；如果有了自诚、求生西方之心，这三种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即得显现。就像乘大火轮，又碰到顺风，不离当念，所以万法还是要回归当下啊的真如心性啊。为什么师父叫你要用真如心性念佛？虽念无有能念所念，因为只有真如才回归当下，所以不离当念即生西方。因此啊，西方在哪里呢？西方在你的心性当中啊。如果西方离我们很遥远，那个一样是生灭的，一样是生灭的啊。心性当中啊，啊，没有东南西北，方便说西方。接下来说无量寿经啊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不取正解。这是啊啊第十八大愿，衔接摄受。衔接摄受就是说啊，你临命中啊为苦所逼，乃至临命中念啊南无阿弥陀佛十念，也都会摄受。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者，诸位，这个忤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啊，破和合身触佛身血等等，这些叫做忤逆。以下犯上就忤逆，忤逆。但是诸位啊，在这个在家忤逆父母亲斗嘴也算是逆，但是不至于说是杀掉他啊。现在看新闻报道，有的杀掉自己的父母啊，那是很可怕的啊。那么在出家众来讲的话，跟师父顶嘴也算是逆，逆逆着师父的意思啊。除非你师父呢啊所做非法啊，或者是所说的啊法不正。所以啊，这个在家不可忤逆自己的父母，出家那更不可忤逆自己的上人。那么诽谤正法那就比较麻烦，叫做千佛出世不通忏悔，没有救了。法是佛修无量劫啊，苦恨舍生命同目老随而成就的真理，这是用来解救无量无边的痛苦了生死的
啊，一个最重要的一条路，而你却说啊，那是不实在的，是骗人的，而毁谤了佛陀的正法，这个就非常麻烦了。所以宗教不同，给一个尊重；大小圣的思想领域不同，我们也给一个尊重。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会造业。所以师父啊一再强调，就是说我们八大宗派，我们都尊重他；大小圣，我们也这样子都尊重他；每一个法门，我们都尊敬尊重啊。我们好好的修自己，我们对净土法门有信心，那就好好的用功。其他别人啊怎么样不谈。这个毁谤正法呢，因为为什么会罪这么重？因为它会断了众生的法身慧命，而且怎么样啊，阻扰人家成佛。断了众生法身慧命，就表示他不能成佛了。在这里啊，就在讲堂服务啦，或者在寺庙里面服务啊，流通处也要注意啊，来跟我们呢、啊、请购啊，任何的这个法务啊啊，这个或者是啊 DVD 啊咒轮啊，要小心这一点，你一定要让他不要让他毁谤三宝啊。千万呢、啊，不要让他对我们三宝失去信心啊！信心本来开这个流通处啊，他是要救第一线，要救人的啊。但因为没有办法圆满，就变成很多人变成失去信心，我们也很难过啊，很难过，是不是啊？因此啊，让众生毁谤正法，我们一样会被拖累。就是你今天啊，在佛教服务了，无论是出家也好，或者是你在家也好，你让他对三宝失去信心啊，要完了，这个罪谁担呢？那当然你担呢、啊。诸位，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你没有占到任何便宜的，伤害这是。你的法身慧命，你的清净心没有了，还同时让众生呢断了法身慧命，这个账还是算在你的头上。哎，所以说来说去自遭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此曰平时说，不是就临命中来讲。这无量寿经是就平时，如果你有忤逆罪、毁谤正法罪的时候啊，那么就不能往生净土。不是就临命中来讲的，以其既有忤逆之极重罪呀、啊、又加以邪见深重，这个邪见因为你亲近的错误的师父、错误的老师，有的人亲近法师，有的人亲近居士啊，由于那种邪见深重，邪见深重就是不依佛的正法而自是非他，自赞毁他，同时也诽谤正法，为佛所说的超凡入圣啊啊的净土法门、了生脱死的法门以及念佛往生的法，这个、啊、都是诓骗一副一副的，诓就是欺骗的啊，这些都是欺骗那些、啊、愚痴的人呢 啊。说这些啊，这诓骗一副一副奉比教之根据，实无其事，实在是没有啊。现在不要讲了，就连小圣的也一直毁谤净土法门的。那因为我们碰过学小圣的内观的吧，修四念处的吧，啊，当然也有一些修小圣的人，啊，蛮尊重大圣的啊，这点我们。也不能说以偏概全呐、啊，啊，有极少数的写小圣的很极端，哎呀，一碰到说你在修净土法门呢、啊，啊，嗤之以鼻，应该讲不屑一顾，啊，意思就是大圣非佛说了，这个又论又讲下去，又回归又还原，啊，又是大圣非佛说在作祟，没有经典的根基啊，大圣的法是后来人呢、啊、杜撰的。讲来讲去到最后一样又回归到原点，嗯，
继续争论，有由此极大的罪障，纵然或有一念或十念的善根，有无极惭愧，极就是大，因为没有大惭愧之心，惭呢、啊、是对自己啊，愧就愧对别人，因为自己没有大惭愧心，也极就是大，也没有大啊深信啊，这、就是极大的信仰之心，所以他没有往生净土，那、啊、不能往生净土。那么观经呢？啊，就是《观无量寿经》在下下品，那是就临终阿鼻地啊向现前的时候，虽不说毁谤正法，而其计忤逆十恶，记住不善，必不能不毁谤正法。诸位哦，不要讲到临终阿鼻地向前，我现在举一个，台湾发生的这件事情就再清楚不过了啊！所以我为什么常常看这个报告新闻，这样举例子，就答案就出来了。有一对男女呢，年轻男女呢，爱的啊如荼如火啊，非常的轰轰烈烈，两个啊，哎呀，如胶似漆啊，不分离。后来这个女孩子呢，看到男孩子的种种的缺点，哎呀，不能一直爱，这个爱的太盲目了。结果啊，这个男孩子有种种的缺点，会赌博啊，啊，偶尔会吸毒啊，哎呀，他被他发现了。这个女孩子啊，就跟他讲，我要跟你分手。我要跟你分手，哎呀，因为那个人啊啊，品性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啊，男孩子会变一个人啊，为了啊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要钓啊这个女朋友啊，是不是在香港讲了要趴脱一个女朋友，他当然就是也对她柔软啦、啊。你吃饱饭了吗？还夹菜给她吃啊啊！那天气冷的时候啊，电影通通是这样演，赶快外套脱起来啊，怎么样？还送她到家，就是、啊。等到得手了，鱼都上锅了，还下什么饵嘞？嘿，啊，就是男人呐、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当然。在座的人就说，阿公啊，我讲的那是年轻人啊，跟你们无关了、啊、你们都快往生了还讲这个，是不是、啊、我讲这个例子给你听了哈。哎呦，后来啊，这个女孩子啊发现这个男孩子啊缺点太多了，我要跟你分手，那不跟你拍拖了啊。哇，这个男孩子知道你看透我了，我不让你活，对不对？不让你活，你跟我分手，是不是、啊、就砍了他，我就杀死他。哇，全身都是血，血淋淋的躺下来倒了。这个女孩子啊，哎呀，那个刑事鉴定组的去看了、啊、哇，地上通通是血，你看了、哦、爱的时候是如此的呵护这个女朋友，这一念之间砍了，满地都是血，死了。是的，就警察就抓人了，就抓到了啊。在还没有抓到的时候啊，怎么样，他过的日子是什么呢？啊，逃，一直逃一直逃，他每天呢跑到荒郊野外，因为会被抓到啊。他眼睛一闭上来就看到一个女鬼，全身都是血啊。他说，你这么残忍啊，你害死我。他耳朵也听到声音，然后又醒过来，然后因为太累了，眼睛又闭上来，又看到那个女鬼。这个女鬼就是一直缠着他，就是不放，就是不放。他呀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没有吃一餐香甜的饭，从来没有睡过一觉好的晚上，通通没有。他快发疯了，快发疯了。所以这个还没下地狱呢，那这个当然肯定下地狱了，是不是？发这个恶心，人家只是不跟你啊来往而已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现在教导你啊，记得男女孩子，我教你一招啊。
如果你们来往打得火热，有一天真的突然变冷了，记得慢慢的借机会啊，我上班比较忙啊，怎么样啊，没办法，或者是哎呀我父母亲怎么样子啊，然后他一直在找你啊，我今天真的很忙没有空啊，然后慢慢慢慢的慢慢慢慢的慢慢 慢慢的远离，让他习惯，慢慢的要一下子啊要跟你谈判，我要跟你分手，我告诉你，你要碰到有良心的好吗？分手就分手嘛，啊，慧理法师讲的嘛，缘起缘灭嘛，好，算了吧，拜拜拜拜，感冒头天不过来，也没有什么哈，哎，但是呢，如果说你要碰到这个极端恶劣的一次，你就死定了，一次而已，砍得你全身都是血，这个是发生在台湾的，所以那你就知道啊，啊，这感情好不好玩，要看福报啊。对不对？福报大的玩得起啊，你福报不够的一的买买啊，那他哪里有让你第二次呢？所以啊，啊，我告诉你，恭喜你啊，啊，长得很安全。哎呀，这个再安慰不过，所以女孩子长得很丑的人真的是很恭喜了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我问啊，长得很丑的女人呢、啊，说你有没有被性骚扰过啊？啊？他说没有啊，我就碰着这种机会怎么碰都碰不到。哎呀，恭喜你啊，恭喜你啊，啊，你就碰到这个性骚扰连这个机会都没有，表示你不会被人家砍掉了啊。那被人家砍的那个都长得很漂亮的，绝对不会长得很丑的啊。所以你自己照镜子说啊，我哪生这么白，福报大，不会有灾难的，绝对不会有任何灾难的，被砍死都很漂亮的，对不对？你长得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护法都敬你三分啊，哎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呢、啊，要了解啊，临终阿鼻第一象限。我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，还不必到临命中，你造的恶业就会有现世报，眼睛闭上就看到鬼魂。接下来。而记其忤逆呀、啊，而其记忤逆十恶、啊，记诸不善啊，必不能不毁谤正法。如果皆无谤法之事呢，何得？就怎么会有杀阿罗汉？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阿罗汉可以杀了。今在座诸位，你今天杀了那个发菩提心的修行人呐、啊，就很麻烦了。这个在家居士啊，或者这个法师啊，就受菩萨戒发大菩提心，乃至他没有受菩萨戒，他发菩提心要弘扬正法推广正法，你把他杀了，那你麻烦大了。这个居士是可以成佛的呀，你就等于杀了一尊未来佛一样的。还有破和合身，这个破和合身呢更小心了、啊、尤其在这个团体里面呢、啊、记得不能说对甲比丘啊讲一讲啊，对乙比丘讲一讲，让这个甲跟乙两个人勾心斗角，乃至呀、啊、起嗔恨心对立哦，这个在佛教的团体里面是一定要很小心。住在佛教团体里面，或者在啊那、佛教里面这进出的这些居士啊，一定要很小心这一点。这一点就是说，什么叫做破和合身？以它的关键以发恶心，如果是发好意，也建议啊，但是就私下建议，跟住持建议，跟当家建议，这个不算破和合身，这个是为了整个道场跟常住，你的心是善良的，这不一样。所谓破和合身，就是发恶心，我要让你们啊勾心斗角，让你们出家人不团结，让你们互相攻击伤害。啊，这个叫做破和合身。破和合身，出佛身血乎？啊，就是如果没有办法的事啊，怎么会说杀阿罗汉、破和合身、出佛身血的事情发生呢？有的人呢、啊，啊，说，哎，没有啊。有的人作词在这里啊，
是阿罗汉破和身出佛身体，可是他没有办法呀。啊，比有办法来解也很有道理，就是他虽然呢是阿罗汉啊，破和合身出佛身显，诸位要这个要救已经很困难了，只有两种情形我不能救：一，谤法重罪，十方三世一切佛都没办法救你；二，道生起物，这一点就道生起物，生起物就是说寺庙里面的，尤其是厨房啊，像阿满世界这个就要很小心，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动，不能用自己的意思啊，用这里啊，这水果很多啦，来了啊，来来了，我没有经过师父的允许，通通自己拿出去送给别人，那个是不可以的。在这里啊，再分析一下，煮出来的饭菜是供十方人来都可以吃，常住的没有煮的东西，米饭菜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动，一根草你也不能动，一粒米你也不能动，乃至于说你要去厨房用一点盐巴都不行。如果你到厨房借一点盐巴行，去啊放这个功德箱，放在这个功德箱，那多少就供养常住。这个啊，所以一般人呢不敢呢、啊、去这个厨房，在这厨房要很懂得戒律的人啊，只要你守住一个原则，就是这些我统统保护，什么事我统统问师父，我统统问僧团，我不敢做主，那你这个就做对了，不能用你的意思在采撷的，不能用你的意思在采撷的。那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戒律学的维系啊，是很难在厨房的。那在厨房就是必须特别小心啊。但既不办法，何又行三种大逆道呢？为什么会杀阿罗汉、破和合身、出佛身血？出佛身血目前没有佛呢？那么什么叫做出佛身血？就是用恶心呢、啊，用不好的心毁坏这个佛像。所以是知道四十八愿是就平时讲的观经下下品，是就已经看到地狱及自己之苦相，其人恐怖啊，不可言先，一闻佛名哀求救护，了无一念。这个还会哀求救护的呢，有人就根本不信佛，是了无一念，唯有求佛救度之念。虽是乍闻乍念呢、啊，虽然是短暂，当下闻当下念，但是已经全心是佛，全佛是心呢、啊。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呢、啊。所以虽然十念或只一念，也得猛佛慈力，皆引往生。那么何况说大家平常都在用功。啊，你命中啊往生没问题的，四十八愿乃耶平时所说，观经下下品那是就临终来讲的，由于时次不同，因为啊时次不同，就是啊时空不一样，所以讲的有点差异，所以摄受啊，故摄佛就是摄，就是佛摄受众生，就是佛要不要接引往生的意思，所以佛要不要摄受啊，就会有一些差异，有的就啊无量寿经是就平时讲的，那么观经是就临终讲的。你认为两部经典有所冲突，则成看经典成为凿石卯之汉也。以前呢用那个木桩打进去卡榫的，以前呢也不是用钢钉的啊，以前的建筑是用卡榫的，卡榫你听得懂吗？哦，卡榫就是通通不用钉子的，用木板的那个打进去就戳不回来的啊。那个建造有时候整栋的建筑物没有任何的一根钉子，通通是用啊木钉卡榫用的，那个叫做凿石，凿石就是打进去卡死了，
卯子汗，就是卡损进去动弹不得，就是经典是活的，他却把它死看啊，就是把经典看死了，由自己的观念，因为不能理解，不能理解。好，诸位请站起来啊，9:04了啊，把课本收起来。那么等一下呢，站起来呀 啊就向佛问讯啊，然后上个洗手间喝喝水，赶快过来啊。